王俊凯，讨厌没有边界感的粉丝。王俊凯出席线下活动，第一天粉丝是这样喊话的：别让我穿红内裤，王俊凯，别让我穿红裤衩，我裤衩呀，王俊凯，我裤衩呀，王俊凯。第二天粉丝们喊的口号，你们小螃蟹真的是有种不顾王俊凯死活的感觉。